步。我家老黄落了东西在上面，我只取一样，其余不碰。那就是只能动手了呗。要跟这几位打架，你咋办？我与大哥一起冲杀。好，真是好兄弟。想等打起来捡到是吧？大哥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答应你，既然你要为大哥冲阵，自然要成全我兄弟这一腔血勇。大哥，你干嘛呀？大哥，我还是个孩子。且看我家兄弟冲杀。贤弟好武艺，你就等着这一下，可不就等着贤弟大杀四方吗？其实我并非徐凤年手下。说得对，诸位手下留情啊。哎，大哥，这少年又是哪儿来的？毕竟是北朝世子，想必是暗藏的护卫。真是藏得够深的，直到此刻才用出来。真是好身手。这大概就是徐凤年的杀招了，他身边那些人的路子都算摸清了，只有这个少年是个意外，等下出手全力杀他。你快先杀徐凤年吧。能先杀徐凤年自然最好，可是你看此人面对六名武奴依旧首当其冲，忠勇至极，要杀徐凤年，此人定会挺身而出。再等等。无道理。感觉这些武尼并未尽全力拦我们，都到这儿了，没必要回头。机会来了。
一共十二位武奴。没错。都在这儿了。你也在。世子你好，我是你姐夫。又见面了。自家亲戚，我帮你吧。连我都防着。福将红甲，我认得。我要说福将红甲跟我没关系，你觉得我信吗？我不参战，诸位随意。世子，请吧。这是要当黄雀。那六位出手，你身边的怕是户不周全。我要是不再前进，就此离开呢？世子，您不是这样的人。也对。世子，前后夹击，时局不利。用兵者被敌围困，难寻出路，该如何？那就杀出条路来。对，杀出条路来。玄甲，青梅折马，春水朝露，桃花起。怎么不倒了啊？那一位竟然出手，拦不拦的，也就没意义了。回来。多谢前辈一见之恩。多谢前辈六剑之恩，敢问前辈可是桃花剑神？我是邓太阿，这份恩情徐凤年记着，将来再报。不是你报，是我报恩。徐凤年，你娘
是我远房的表姐。这也能攀上亲戚？带头的真好。当年我在吴家剑冢练剑之时，你娘对我有一饭之恩，有救命之恩，有授业之恩，这恩情太大，怎能不还？唉，只可惜你娘当年孤身入皇城时，我人在东海之外，待我归来一切都晚了。你娘那一战落下病根，最终殒命，回想起来我愧疚至今。我欠你娘的恩情，今日这六剑算是还了一半。城头之上你想拿些什么，安心拿便是。这十二柄飞剑也算是追随邓某一生，今日赠于世子。这飞剑杀人之术全在此匣之中，能不能够领悟得到就全靠世子你自己了。这剩下的一半恩情至此报完，世子从此你我互不相欠。多谢世子。先把飞剑收了吧。回头收。桃花剑神的飞剑术，武林里的无上绝学啊。我知道，谁让我眼光浅呢？这时候那个剑侠才是天下第一重要。邓先生，您若是要给我一剑，不如早点动手，我在这边上等着心里不是事儿。恩情还尽，因果结了，世子与我无关了。那我若是等会儿对徐凤年出手，您不出剑，我的剑已经送人了。邓先生这般身份定是一言九鼎。嗯，这会儿不打。我也不傻，人家邓先生前一半恩情就是助你家世子去城头取剑匣，我要出手也得等他拿完东西，人家恩情还完了再说。这会儿天底下没人阻得了你家世子取剑侠。这是你的。世子，我你换了，你赶紧回啊。是我的。世子，这是府上新来的马夫带来的旧东西，就不带进府里了。这东西你带着多久了？带着很久了。这是你的就是你的，拿着。可以不要。我娘说了，陪着你的是缘分，你是情分，人和物都是如此。其实我也不太懂这句话，反正别浪扔旧东西，将来想要了哪儿找呀。哎，我给你找回来。你可以不要了，这么多年了你一直带着他，对你很重要。那也都是过去的事儿，干嘛否定过去的自己啊？没有曾经的你，哪有现在的你啊？不管怎么样，对我来说你就是老黄。
既然天意让你把他给找出来了，那你别再争了。姓黄，那我就叫你老黄吧。好啊。老狗老狗，天下没有断了尾巴没了归路，老狗老狗，天下没有驼铃埋骨，天意辛苦。以精铁炼剑，以气血炼剑，今日我借阴阳之机，星光之焰，借雷霆翠丽，乾坤作也，直至今日终于建成。一个一剑开天门。
小石叔，又去偷菜了。小石叔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小石叔才发烧。小石叔刚才好好的，怎么成这样了？不是才好好的。小石叔啊，别动他。怎么回事？小石叔方才呆立在这儿，望着天边，突然就成这样了。哪个方向？那边。那边。是东方啊。就地给他搭个棚子。然后呢？然后什么都不需要做，等他自己醒来。东方发生了什么，能叫醒了你？就没见过这么打架的，真是开眼界了。你说他们还是人吗？是。哦，王先知我不清楚，李剑神绝对还是人。剑侠取回来了，那我可以继续动手了吗？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？李剑神刚出剑，你觉得他还顾得上你吗？还有个人藏在这里。桃花剑神在此，不仅仅是为徐凤年吧？见过赵老天师。你认得我？虽未谋面，却也听闻过赵老天师的风采。也是难得，知道我的人极少，怎么就遇上一个？你运气不错。没明白。李淳刚和王先知动手之后，我就能杀你了。可偏偏星湖内感受到五帝城外有绝世高手，便想着再等等，没想到等了个桃花剑神的报恩局。方才阁下与五奴动手时藏了手段？闹着玩玩，何必较真呢？敢问阁下的身份是？被认出来就不瞒了，贫道龙虎山赵玄素。玄字辈，世子，玄字辈可比当今的龙虎掌门还高了两倍，眼前这位怕是已经活了两个古稀。猜到阁下要对我动手，但没想到辈分这么高，也是难为赵老神仙了。这几日还要管我叫大哥？我都不在乎，你在乎什么？敢问阁下还杀我吗？本来还是该杀一杀，毕竟邓太阿在，该留几分面子。前辈也是来杀徐凤年的，方才邓前辈说过，他的恩情已经报完了，之后徐凤年的生死均与他无关，眼前这位世子还是可以杀一杀的。晚辈愿与前辈联手，如果桃花剑神不出手，眼前这些人是拦不住前辈的。下面的伏角红甲是你的，
若前辈喜欢，可拿去赏玩。你就是赵凯？前辈知道我。徐凤年，我不杀了，杀你也一样。一具傀儡也想破局？晚辈要是说错话做错事，愿向前辈谢罪。徐凤年是大乱之因，你也一样。龙虎山既受皇恩，今日就取你性命还反恩情吧。这是疯了，你救他？赵武神仙手下留情，他一路都在杀你。对，能不能说一下救我这事儿你怎么想的？你的绝路不该在这儿，还不走？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出你救他的理由。按常理来说，你应该是疯了。有可能。可我知道，你小子心思极深。你救他，必定是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。给赵老神仙赔罪。现在的年轻人真是越来越了不得。要不是邓太阿在，我真该杀了你。还请赵老神仙手下留情，放过那二位。反正将来都是你自己的结束。多谢老神仙。老神仙这次来武帝城，不仅仅是为了杀人吧？自然是为了开天门求飞升。天门？武学到了极致，就有飞升为仙的机会。要飞升，就要打开天门。我虽身如少年，内在却接近腐坏，毕竟等了两个甲子。老神仙连这都告诉我了。终于有了登仙之机，这些话说说也无所谓了。天门重开，是因为李剑神与王仙芝一战，怕也只有这两个人交手，天门才会重开。我没来错，天门将开，仙界重临，我终于能迈出这一步。桃花剑神此来武帝城，想必也是为了此事。你还说对了，我还真是为了天门而来。天门眼看就要打开，你我都有飞升机会，或许还能合作行事。这样人全力交锋了。
一步了。白大妈，天门将开。胜负未决，李成刚、王贤志在做什么？怎么停手了？数十年来唯一一次开天门的机会，他们俩就准备放过了不成？或许他们二位不愿飞升呢？不愿飞升？为何不愿？或许比起仙界，他们更想留在人间。人间有什么可留的？这种机会怎能错过？如今契机已成，再加一份力，便能打开天门，迎回仙界。既然如此，就由我来打开天门吧。剑起。邓太阿，你做什么？老天师方才有句话说错了，邓某此来武帝城确实是为了仙界天门，只不过不是等他打开。那你要的是什么？我要的是阻拦天门重开，要仙界与人间断了往来。为什么？历来古籍素有记录，仙人下界，所谓仙人早已抛却人心，以天道自处，每逢仙人临凡，仅凭喜好便要改换天下之事，江河改流，山川移位，都属平常。更有甚者，仅凭一己之好恶，便要断人间之生死，不知换来多少白骨累累。那又怎样？世上王朝更迭，不也是杀戮不断？别的不说，这位是北凉世子，他爹徐骁当年杀了多少人，怎不见你提剑斩杀？王朝更迭乃是人间自己之争斗，我从未想过让天下无杀戮。说起来，我自己所练的就是杀人之剑，可是人间之事自然由人来决定，这人间不需要仙人。就为这个你要拦下天门重开，断了天下无学者的前进之路吗？哼，邓某从来就不是讲道理的人。你拦我飞升之路，你我便是不共戴天之敌，你也拦不住我。峨眉朱雀，黄铜皮肤，披米太阿，剑阵。此剑阵取名冰解，本来是为王仙芝而准备的，却不想用到了阁下身上。我倒要看看邓剑神能否冰解贫道。星辰之力，雷池之威，邓太阿，你怎敢如此？
邓太和，你走我飞升之路，我必要杀尽你血脉亲朋。赵老天师，此时收手还能保住性命。你这又何苦呢？如此作为，岂不是断了自己的生路？天人之间，岂受他人束缚？这人间，我已待腻了。生而为人，却腻了人间，哼，何其可笑！我等进入天人之境，便再也不算普通凡人。只是为了变强，真的要抛弃那颗做人的心吗？我扔了又如何？赵老天师，邓某的剑下，不许人间有仙。既然与你有恩，我就让他死在你面前。老子让你登仙，剑九六千里。这般境地，就算是神仙也杀不了人了。不是杀你，只是坏你气运。徐凤年，你这身大黄庭终究不是你自己得来的，我将自身气运、武学之路都送给你，同时也是将我的解暑一并给你。若你从小习武，并无大碍。可现在嘛，你气机必将紊乱，天人难救。就算神魂俱灭，也要在邓太阿面前杀你才好。为什么救我？世子，世子，世子，因为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你娘曾给过我一线生机。爹娘。
礼物，你属小狗的。我背后这丫头本世子欺负得你们，欺负不得。我生来就欠着时间的，都会了才好。 许凤年，你就算要死，也得死在我手上。你相信我，我能两全。 已经走了，什么都没说。没说。当世最强一战结束了，好像还行，就是有点晕。龙虎山那位，临死。 将自身武学路数讲诵于世子，本意呢是想乱你内息，削你气运，结果被那位和姑娘强转气运，替你接了过去。世子，如今伤势已无大碍，休养一段时间就好。那样子会怎样？不知道。转气运之术世上罕见，我也不大了解。他呀，既然会这奇术，身后自有师臣。 不会出什么大意外的，李前辈，你打完了？打完了，邓太阿给你的。是，邓前辈呢？也已经走了。这还真留给我了。既是飞剑，又是剑行传承，他倒是舍得。没事多看看这飞剑，多想想他今天的出手。您不是说要我走自己的路，少看别人的武学吗？有我传你剑意，别家武学还有什么必要去学？ 不过这邓太阿的飞剑倒是可以借鉴借鉴啊，就是这剑太秀气了，颜色还那么艳，小女娃的鉴赏水准不超过8岁那种。幸亏邓前辈走了，不然您还得再打一场。打就打呗，老夫打不过王仙芝，还打不过邓太阿了。中海之上，前辈输了，胜负未分呢、啊，但再打下去怕是要输。没打完？不打了，再打下去要冲开天门了。 真有仙界，仙人有什么不一样？嘿，都是自认为仙人的蠢材而已。您知道所谓仙界的秘密？那种破事你现在用不着知道，就你这身手啊，那地方的事对你来说还早着呢。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一战既然没打完，就不能算输，没准打下去就是王仙芝油尽灯枯呢。输了就输了。 王仙芝底子扎实，悟性又高，修为稳步上升。这些年来占尽天下高手，磨练自身，我毕竟耽误了几年，又少了条胳膊，赢不了。反正我心中，您才是天下第一。谁会在乎啊？打得尽兴就好。不过方才一战。 王仙芝也使出了9分力，普天下逼他到这一步的，怕是没几个了。他还没出全力，王仙芝若出全力，恐怕只有
500年前的吕祖才能稳压他一头啊。这么强吗？啊。那咱们还在武帝城？废话，这赶紧跑呀！我还拿了老黄的地下。哎呀，拿着吧，这里面子王仙芝还能给我。那什么，那您面子有多大？你要干嘛？我能跟王仙芝聊两句吗？龙虎山的人为什么要杀你？为国除奸呗。谁是奸？我，徐凤年。都是，李等等，徐凤年我还能理解，毕竟北凉是王朝心腹之患。你呢？你不是说你是皇子吗？没法子，谁让我是私生子呢？我杀徐凤年，本质就是为了挑起天下战乱，借机掌兵。如今这心思被看穿了，要杀我，也是应该的。谁看穿你？龙虎山？龙虎山就是打手，背后的主使者八成是张居禄了。那老头精得很，瞒他太难。所以你理解龙虎山杀你的缘由？挺理解的，换我我也杀。杀我一人，消除未来乱局。我既然不甘平庸，一个后果当然自个儿接着，不怨别人。你连背后主使都猜到了？是啊。那你怎么还一脸想不明白的样子？我就是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救我。福将红甲都认出来了，一路杀他也坐实了，他跟我只能是不死不休啊，凭什么救我？想和你化敌为友，我天天追着赶着杀你，你能化敌为友？那我也想不出了。想不明白，算了，走吧。回武帝城？是啊。回去做什么？杀徐凤年啊。人还好好活着呢。他救了你，你还杀他？我心里是感激他的，但这跟杀他不冲突。人生两难全。不用去了，大师傅。王仙芝，睡了吧？聊聊啊。这么喊人能来吗？何事？这小子找你。邓太阿的十二飞剑给这小子了，运气不错。王前辈你好，晚辈徐凤年在此有一事相求。不对，是两事相求。求我？说。这第一件事儿是想请王前辈借辆好马车，不瞒前辈，
有伤在身，回城不想走水路了。你杀了武帝城六名武奴，又遣走了见九皇的遗物，如今又跟我要马车。那六人并非为我所杀，我也没那本事。至于老黄的遗物嘛，我会给前辈一个交代。怎么交代？老黄和李剑神都是徐某长辈，他们二人未完之事，我徐凤年接着。老黄力战身死，是武者归宿，无怨无悔。这件事儿，我从未怪过您。至于李前辈今日一战，也输了，胜负未决。好，胜负未决，一败一平，都没能赢你。王前辈，给晚辈一些时间。我徐凤年在此指天发誓，我终有一日会重回武帝城，替老黄，也替李剑神，与阁下再战一场，决胜东海。你在约战？正是。不仅约战，还要赢你。如今的年轻人胆子真大。行吧，那我也疯一把。我这辈子从来没赢过你，王先知，这最后一次机会我就托付给这小子了。你信他吗？这剑道好在哪儿啊？好就好在他有传承。时下的年轻人敢和我当面约战的，你是第一个，恐怕也是最后一个。好，等你来。多谢前辈，重回武帝城之时，我会把马车还给前辈。我会让人把马车给你。这第二件事儿，是我听人说，我娘当年遇袭之日，您也在京城。您一直在查害我娘的凶手。小姐过世起就一直在查，这些年追查凶手，整理出来的东西都在里面了。当时我是在京城，我家人调查记录此事的小册上记录了此事，但从未有人把您当作疑凶。因为我们都清楚，当日若是您真出手，我娘不可能活着离开京城。我去京城与他无关。我只想问前辈，当年有谁围杀了我娘？那几日是见到几个不该出现的人来到京城，不过那一战我没撞到。这个人当日在不在京城？他在。多谢前辈。除他之外还有谁在？我不记得名字，我只记得是瞧见北莽的人也在京城。北莽的人，高手？差不多吧，对于我来讲都一样。黎阳皇室联合敌国，埋伏的是自家臣子，
多荒唐！你别激动啊，多谢前辈。你打算怎么做？看来徐某回家之后，要再出一次江湖了。你要去北莽？是。别忘了咱们的约战。放心，晚辈不会死在北莽。王前辈，最后一句。你这问第三件事了。老黄临死前说了什么？他看着哪边？北。少爷，等我回来，带着东海的酒，咱俩一块儿喝。行。清早去车里吧，前辈也上车。世子先走，我把船上奉子吟兄弟叫上，回头就赶过来。叔兄也去，嘱咐船夫顺江而回，送去北凉。是，走。李前辈。前辈，这怕是要过千了。好不容易睡个踏实觉，麻烦。
到前面登船，后面的路沿江而下。时快时慢，还不停改变路线。大师傅，没必要这么小心了吧？现在没有人能够追得上我们。还记得我在武帝城和你说过的话吗？哎，就这事儿，你怎么想的？你的绝路不该在这儿，还不走？你的绝路不该在武帝城，而是在这儿。武帝城救我，是为了在此劫杀？说不通吧？救你、劫杀，都不是为了你。我眼中的敌手从来就不是你。你等的是我。我娘进京中伏那天你人在哪儿？徐骁应该查过，我受命离京不在京城。我查了你的调令，也找人把当年每一个存活下来的人问了个遍。韩雕死，我娘中伏那天你回了京城。这么说是有人看见我了？是有人看见了，但不认识你。那没关系，你的相貌比较好认，就不怕认错？本来已经八九不离十，而武帝城一行则是彻底确认此事。这个人当日再没在京城。他在。你在京城？为什么在？因为皇室围杀我娘，需要你这个大内第一高手坐镇，但你们也害怕北凉事后报复，所以做了你不在京城的假调令。谁能想到我娘她居然能逃出圣殿？那段时间你们应该很怕吧？怕北凉起兵杀进京城？但是并没有，因为我娘没有把这件事说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下初定，若此时再起杀机，世间又将陷入战乱，生灵涂炭，万劫不复。为了天下人，我娘瞒住此事，她很了不起。可这样的大局你们在乎过吗？北凉如此强悍，换了哪位君王不担心呢？你承认了？到了这一步，再狡辩就失了气度。没错，当年围攻你娘有我一个。很好，徐家清楚玉兰。徐骁没猜到的，你做到了。你就这么小看徐骁？这么多年以他的能力啊，我不相信他没有回忆到你。但他始终没有想过复仇，因为北凉子弟死伤无数，才换来天下太平。
他不敢为了一家私仇再起刀兵，让天下陷入战乱。他是害怕对不起那些战死的老弟兄们。北凉王中大举，但我和徐骁不一样，杀母之仇怎能不报？没做错的人为何要忍耐？为何要妥协？我徐凤年绝不委屈自己。所以你宁愿毁了先辈创下的太平盛世？我都说了，我和徐骁不一样，人情公理我要，天下大义我也要，凭什么偏要选一样放一样？我偏要两全其美，不愧本心。现在想想，曹长青这次堂而皇之的去西蜀，也是在配合你行事。可有些事情我始终想不明白，你怎么知道朝廷一定会让赵凯去西蜀，又怎么会知道是我来送他这一程？更古怪的是，我们这一路路线一变再变，你怎么能拦在此处？自然是有人通风报信。是你？你是北凉手下？当然不是。其实他的身份就是你一切问题的答案。我为什么知道朝廷会将赵凯派去西蜀？自然是有人在朝中帮我将局势推向这一步，同时又在与我互通有无。你到底是谁的麾下？你没看我是用刀的吗？顾建堂，顾将军告病，是不是很及时呢？不可能。顾建堂为什么要和北凉合作？因为只要我活着，大师傅就会把所有的机会都留给我。有您在，就不会让顾建堂离开京城的。猛虎不回山，总是心不甘的。就是我死了，陛下也不会放他离京。可是少一分掣肘，就多一分希望。说的在理，既然是顾建堂麾下，怎么会在轩辕家做门客？算我多问了，轩辕家掌控天下水脉，这其中的便利之处，顾大将军自然是看明白的。对大将军来说，我就是不知名的小人物。我想入住轩辕，既是受命，也是为自己求前程。可惜啊，被世子抢先一步。轩辕家的时候，你就和徐凤年合作了？并没有。大将军不可能预料到世子插手轩辕家，我是后来才受命与世子合作。哪有时间受命？何况你也没有机会与徐凤年交。赏银学宫，你过去盯着徐凤年，如果能听到他谈论什么最好，听不到也不强求。没错，还是我给的机会。大将军看中上阴学宫，自然有麾下驻留，正好给我传令。顾大将军也不容易，我还记得那时你回了我话。徐凤年和我媳妇儿都去了哪儿啊？就在魏蜀啊，我不敢靠近头顶。我见李建神的时候，徐凤年一直没出来过。绝对没有。那时候就在骗我了。对不住，你挡了大将军的路。谁？袁庭山。顾大将军想问世子，知不知道王妃玉符那一晚寒雕四起是在京城？我知道。我也知道顾将军想要的是什么，可以谈。
这么一来，差不多都明白了。穆建堂不但没有阻挠，反而暗中推动，让赵凯接下西蜀之行。再加上此人一路暗中传信，才让你出现在这里。这么说来，西楚公主也是你的妻子。江妮不是其子，就算没有江妮一事，也有别的办法让你出京。结果这么巧，遇上了曹长青，又撞见顾建堂也想杀你，正好省去了我在京城的布置，留着以后再用。谋划倒是不错，可惜呀，顾建堂没法亲自来，就不陪你聊了。我们上船。姐弟四个都到齐了，虽然不会了，但为娘报仇的场面岂能错过。难怪你要帮轩辕家，天南海北齐聚此处，也只有掌控天下水利的轩辕家可以做到了。江南学宫龙虎山轩辕家，你这一路每次停留都是为了今天准备的。你们无路可走了。就你们四个也想杀我？谁说只有我们四个？难不成你还能从北凉调兵啊？徐凤年，我时刻关注北凉，徐骁麾下那些义子里也就只有楚禄山听你号令。如今楚禄山兵马未动，依旧镇守在北凉，你哪儿还有援兵啊？陈之宝，这是北凉与你关系最差的一个，怎么会是他？这里不是为徐凤年，只是为义母复仇。想办法杀出重围，不必等我，先去驻地。小心！
没想到到最后竟是夫妻一相残。谁与你夫妻？没丢吧？
贼先擒王。两袖清蛇。命运无法抗争，不服人法胜天，我天人便是仙人，我手中剑斩开天门。现在你明白什么是御剑开天门了吗？斩去天命，斩去家法，这念头才是御剑开天门的魂魄所在。给我开天门！加上李前辈借了一剑，借一剑，下次打开盒子用两袖青蛇的心法，可以用一次飞剑。若不是李春刚加上邓太娥建议，仅凭这一剑，你们杀不了我。当年围攻我娘的还有谁？师父，伯爹不愿见我吗？他想不想见你并不重要，你想要的就该自己去争，哪怕万劫不复，也要为自己闯出一线生机。我该怎么争？我教你。
生来就是许家的嫡子，一切天生就该是你的，而我却要拼尽一切才能看到一丝机会。我明白，你应该非常恨我。我不恨你。我也不认命，但我要试着改变他。哪怕这改变把我带到今天，带到现在，我都不后悔。其实你也一样，也是你在不可能中找到了一丝复仇的希望。水风年，你很了不起。但我从没想过为了一己之私挑起天下战乱。赵凯，你的下场皆源于此。别再掉了。顾大将军托我短告谢意，我们的合作到此结束了。希望下次不是战场相逢。